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实在是太开心了，因为妈妈给我买了这么一大堆健达奇趣蛋，有女孩版的，有男孩版的。哦，头上戴着一个什么呀？小草帽对我来说太小了。是吧？哎呀，给健达奇趣蛋戴上很漂亮哦。嗯，如果里面猜出来一个小娃娃的话，给他戴。好的。那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猜这些健达奇趣蛋吧。好的，真是太开心了，这么多蛋呢、啊、哎呀笑了草帽你戴不住，太小了，快给健达两个女孩版的，两个男孩版的，先给健达奇趣蛋戴上吧。先给他戴，他先等候着。嗯，多漂亮呀，他戴。我们先戴这个，先猜这个女孩版的。女孩版的，这个是巧克力。巧克力，你不想吃一吃吗？嗯，不想吃。里面的巧克力好不好吃呢？好吃啊，我以前吃过。以前你给我买过吗？数健达的是最好吃的哈。哇塞，妈妈，嗯，说女孩还真来了个女孩啊。有个女孩？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小女孩呀。哇，出来一个小女孩。说女孩还真的，还真有一个女孩。哇，这还有她的衣服，对不对啊？还有什么？那是什么？这个好像是他的头发吧？头发？嗯，他是长发的。对，他的头发。对了，他头发放哪？头发放在上面呗，放在这里面。我看一下，图纸。啊、哦，我知道啦。知道了吧？这个就是小女生的卷发。妈妈，你把这些头发整下来，然后呢，我来给她装饰吧。这个是小女孩的卷发。咱们把它都摘下来。哇，真丑！漂亮的小女孩穿上了漂亮的裙子。好，后面要贴。嗯，下面你就要把头发给她。漂不漂？嗯。好，套在里面。像孔雀哈，开屏一样，来拿近点给大家看一下。嗯，这个就是小女生的卷发，看看这都可以动的，像孔雀的尾巴，也像扇子哈。对，啊，太漂亮了，可以给她戴了，还可以变成两个，两边的。嗯，来，你给她整一下。像扎俩辫儿一样啊，看看，哎呀，这个掉了。好，啊，这样就像扎了两个小辫辫哦，太好看喽。它这个掉了。嗯，真美。好，得到了。给它戴的吧。嗯，哎呀，它戴太大喽。可以坐在这里边。哎呀，坐在里面很漂亮。希望这个不要重复跟这个一样。嗯，希望。但是我们这个健达不是总重复，对吧？看看。
这个就不是重复的。不喜欢重复的。哦，这个是什么呀？看起来很好玩呢。哇塞，这个好好玩啦！快点看看图纸，超好玩的这个。这是什么呀？超好玩的。投球的，是吧？哦，这叫什么球啊？这个？高尔夫球。是高尔夫球吗？打高尔夫球。这个是球门。球门，对。好。妈妈，你递了一个。一罐没进去，该你了。没进去。再来。这么大。哈，进这儿了，不得劲儿啊！这样的，它这个应该可以转的吧？就是这么打的吗？刷，刷刷，哎，进去喽！我再进去喽！厉害不？我也想。好，一个好玩的打球的，再来一个，男孩的，今天猜的都是男孩，这个是男孩了哦，这个全是女孩的，刚才猜了俩女孩的，这是什么？陀螺吧？哇，又一个陀螺。没有啊，为了我。这是什么样的陀螺？陀纸？图纸呢？看一下。哦，妈妈。这个很好玩的。这个。可以两个一起转，然后呢还可以两个吧。你先一块转一个。两个一起转，然后还可以单独转。哇，单独转比较快哟、这样就是两个陀螺哈，比赛他俩。来，咱俩比赛一个。妈妈，那个不太好使，这个。没事，你俩你转那个，我转这个。还反了，刚才。预备，开始。哇，一下都停了。咱俩。一碰撞全停了。哎，等会儿，妈妈。重新来吧。预备，开始。哎呀，刷！它一到草上，它就转不了了啊。预备。看谁先停。哇，我的先停了，应该是。你赢喽。妈妈、这个好，我这个好。对呀。再来一次吧，两个。两个，对，合一起，合体转一下。两个合体。好，非常好玩。那今天呢，由于时间关系呢，咱们不能都猜完喽，就给大家猜这几个吧。这留着下次再给大家来猜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今天我们就猜这些吧。我们得到了三个玩具，因为猜了三个蛋嘛。然后一个是打球的。好。然后呢，一个是转的。然后还有一个是小女孩。这个小女孩的比较可爱啊。头发乱了。飞起来了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就猜到这里吧，下次我们再猜一些有趣的，再猜这些行吗？好的。